罪了师兄。好厉害呀！三位师兄给你打出了88.78分的平均分，这比师父当年的分数足足低了将近20分。哎呦，这可不行啊！小鱼儿啊，你3岁的时候啊，你爸爸你妈就把你送到我少林寺来学习，从此以后你就没下过山。武术学校老师交换生的介绍信拿了吗？张相博士可是有名的科学家，非常严谨。你住在人家家里啊，凡事都得讲究。你听我把话说完，你别着急啊。师父，追追追追，你慢点。说我，你眼里除了这些破零食，你还有别的吗？看你那肚子大的，都能装下个篮球了吧？等回来你们学校体测，你能通过才怪呢。哎，真的很大呀。还有，我作为跆拳道社的经理，我帮队员总结比赛经验是我的工作，你懂什么？对着秋楠哥哥傻笑也是你的工作？你说什么？那个我说这个薯片的口味你肯定没吃过。我现在真没吃过。你怎么还在吃？明明是你在吃嘛。你赶紧把房间给我收拾整齐了，我又搞好朋友来，不然这样怎么见人啊？哎，小兰，你怎么喷成这样了？爸爸，我是小北。哦，小北。爸爸，姐姐虐待我，不给我饭吃，你快回来解救我呀！哎呀，
爸爸正准备下班呢，哎呦，非要我赶个实验报告，你说气不气人？爸爸可想你们了，巴不得天天和你们姐弟俩在一起。爸，你弄完报告就赶紧回来吧，不许找借口。嗨，爸爸真的是因为工作忙，哪有那么多时间想借口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对了，小兰，你们学校那个交换生今天是不是要来了？说是这两天到。那爸爸不在就拜托小兰多多照顾我啊，小兰辛苦了。爸爸，妈妈离开的时候，你说你会好好照顾我小北的。我和弟弟最近光吃素食食品和外卖了。再要多来一个，我觉得还挺好吃的。闭嘴。所以嘛，爸爸特地给你们准备了一个礼物，哎，你们收到了吗？不用看了，姐，你还不了解老爸吗？礼物只是个幌子。果然是知父莫若子啊。对了啊，这可是爸爸这几年工作的结晶，你们呢一定要好好把它收好，知道吗？千万别磕坏碰坏啊。你肯定又把哪个没用的发明寄给我当礼物了。法号是小鱼，是少年武术学校的学生，前来参加交换生活动。你是小鱼师傅呀，快请进吧。小北，这是交换生小鱼师傅，他是小北，我是他的姐姐，你可以叫我小兰姐姐。周臭老对你饿不饿？都有好多吃的。你坐那边吧。张博士，你瞧嘛省的开发的那个图灵九号让你鼓到哪儿去了？说东西在哪儿呢？图灵九号只是一个可以模仿我去世老婆声音的智能模拟玩具，用来陪伴我俩孩子的。别，继续别。哎呀，我最爱听你讲故事了。东西交出。张博士，价钱多少都可以谈，图灵九号我一定要拿到。你他娘嘞，别跟我搞花样。张博士，你听过魏文侯的故事？在春秋战国时代，魏国的老大叫魏文侯。这个魏文侯呢，他是非常讲诚信的，无论跟老人、孩子，还是官员。有一天呢，他在这个小树林里边跟这个砍林子的约定。我这个故事是不是有点长呀？老板，有点长。那我再换一个故事，我给你讲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。老板，老板，那咱们是农夫啊还是蛇呀？废话，当然是农夫了。你他妈的，老板，图灵九号的程序找到了，被毁掉了。能恢复吗？可以，恢复不了了。哎呦，我你什么？我们找到了一个监控录像，你看看。房的，看看地址。
当个底子。哎，无论花多少钱，我都要找到他。老板，老板，这活我能干。哼，我相信你。搬回去。老爸，嗯，我们能行吗？你刚从农村出来，没见过啥世面。你大哥我，人称外号不太冷。冷啊，老大。